要吃面面吗？是要去阿公家吗？啊，让妈妈在家等你。啊，今天没有要去阿公家了，还是我跟妈妈去花莲，那你去跟小乖住，我们回来再去找你好吗？你也要去花莲，真的吗？好了吗？不要再看电视啦。等一下要买什么回去吃？买一个干面吗？还是吃那个泡面？吃泡面。那个好吃哦。但是还有吗？还有啊。真的？我说你买一个泡面。妈妈煮的那个黑黑的泡面。那个黑妈妈的泡面，黑路妈妈，你吃的整个嘴巴都是巧克力的，等下蚂蚁来咬你的下巴。因为都是巧克力。他会喜欢吃冰的。他会喜欢吃冰太。他喜欢吃你的牙齿吗？他说：“给我吃一口牙齿啊，细菌人。”吃光吧，等一下我帮你擦一擦，要来擦屁股哦。那把它吃完啊。等一下要变不见。一口吃下去。吃下去了没？还没。吃完了吗？那擦嘴巴了吗？好，那你。